又跳跳，欢迎光临，你来到我的神秘小厨房，甜甜的焦糖，弹弹的布丁，蛋糕上也都撒满了枫糖浆，甜椒橄榄卷心菜，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甜椒橄榄卷心菜，和我一起做美食啦。闹肚哩哩哩，快快起床，太阳好像是金灿灿的煎蛋，汽水咕噜噜，爆米花棒棒，一口咬一口全部吃掉，啊，牛奶蓝莓冰淇淋，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牛奶蓝莓冰淇淋，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小朋友们快快来吧，快来和我一起做好吃的，小朋友们快快来吧，快来和我一起做好吃的，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智慧树星球转啊转，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哎，今天美食屋要开水果派对了，酸酸甜甜的水果不仅好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今天来看看派对上都有什么水果做的美食吧。水果派对之橙子布丁。美味的布丁是怎么定型的呢？其实最秘密的就是吉利丁片，它可是个神奇的材料，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吉利丁也可以叫做鱼胶，它是从动物骨头中提炼出来的胶质，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在做布丁、慕斯这一类食物的时候，吉利丁是必不可少的哦。那我们就用它来制作美味的橙子布丁吧。现在我们就来正式的制作我们的橙子布丁啊！既然要做橙子布丁，顾名思义，我们要用到什么呀？橙子。对，要用到橙子啊。那首先呢，我们要拿出一个榨汁机来，小朋友们。我们把切好的半个橙子扣在上面，哎，好，好啊，转动能扣动吗？扣不动，来帮你一下。不，扣不动。来来来，我来帮你。太小了。好，哎，转。来来来，转成这样。对对对，来来来，哎，好，来，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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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子在上面转一转，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还有汁掉下来了。对，就会有橙汁流到下面的碗里啊。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橙汁倒到空碗里，然后呢，放一些白糖进去。放完之后，我们拿勺子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之后呢，我们拿出吉利丁片，把它放在冷水里。稍微浸泡一会儿，放在盘子里就可以了。好，吉利丁片泡了一会儿之后，我们把它从水里拿出来，放到刚才的橙汁里，黏死了。然后呢，我们找来一碗比较热一点的水啊，把这个小的玻璃碗放到装有热水的玻璃碗里，再次来搅拌。好，来放到大碗里搅拌。对，
好的，在搅拌完了之后，小朋友们，刚才呢，我们把这个果肉都榨成汁了，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碗，其实呢就是橙子皮。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橙汁倒到橙子碗里边。哎，然后只要把它放进冰箱，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橙子布丁了。好的，现在呢，我们的橙子布丁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品尝美食，小朋友们来。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美食搜索员道哥摩尔又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美食吧。接下来我们把不同的水果做成美味漂亮的水果拼盘，水果派对之水果拼盘。今天呢，我们准备了很多丰富的水果，小朋友们都喜欢吃什么啊？不同的水果生长的环境也不一样，你们看，这是草莓，大家都喜欢吃吧？知道它生长在哪儿吗？我告诉小朋友们哦，它其实是长在地上的，在藤蔓上长出果实来，慢慢的长大后就是含有丰富维生素 C 的草莓了。来咬一口，是不是酸酸甜甜的？给大家推荐一个甜甜的香蕉吧，它是长在高高的香蕉树上的。还有一种水果长在矮矮的茎干上的，就是美味的菠萝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来制作什么美食呢？看，在我们的面前摆了很多五颜六色的什么呀，好吃的水果，菠萝、香蕉、蓝莓和草莓。我们要制作的美食就要用到这几种水果。那我来问问你们啊，在热带地区水果的种类非常多，而且那里的水果呢通常很甜，因为那里的什么比较充足啊？热量，阳光比较充足，对不对啊？既然呢，哎，太阳公公给我们带来了阳光，阳光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美味的水果，不如今天我们就用水果来做一个太阳公公，好吗？好。好，来，我们首先戴上手套。我已经戴上了。好的，拿出大大的一片菠萝，把它放在盘子上。这个其实就代表了太阳公公的圆圆的脸啊。那周围呢会有光芒，我们可以用草莓来代替。在菠萝的四周啊，摆上草莓。注意要摆得均匀一些啊。首先我们拿出香蕉片，对称的放在这个菠萝上。眼睛，说对了，就是来做它的眼睛。拿出两个蓝莓放在香蕉的上面，然后再拿一个蓝莓来做它的鼻子。鼻子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作品基本上就要完成了。最后呢，我们可以拿出巧克力酱来给它装饰一下太阳公公的嘴巴。水果是我们的好朋友，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多吃水果，身体可以棒棒的。哇，今天吃了这么多水果可真幸福啊。还有其他的水果美食吗？水果派对之水果蛋挞。
平时大家都喜欢吃什么甜品啊？豆哥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美味的水果蛋挞哦。那小朋友们知道蛋挞皮是怎么做的吗？我们来看看吧。原来香酥的蛋挞皮是这样做的啊，那我要把喜欢的各种水果都放上去，这样就是我最爱的水果蛋挞了。现在面前已经准备好了这三种水果，分别是什么呢？这个是西瓜，这个是火龙果，还有香蕉。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到这三种水果来制作美食。首先，小朋友们拿出香蕉，用刀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小朋友用的刀呢都是塑料的，非常安全的，不会伤到手。接下来呢，我们拿出这个，哇，一大片西瓜，把它放在案板上，切出小小的方形啊。好的，切完之后大家看，哇，这个西瓜变得很有意思啊。当然了，切剩下的西瓜呢也不要浪费，还可以把它吃掉。最后我们要拿出火龙果，现在呢拿出这个小勺子和我一起来挖火龙果。都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三种水果。我们平时吃到的蛋挞就是用这样烤制过的蛋挞皮来做的，把刚才的水果还有一些酸奶放进这个烤好的蛋挞皮里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我们的水果蛋挞呢就做好了。好的，我们的小朋友呢也已经做好了。那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有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水果蛋挞呢？让我们看一看他们做的怎么样吧。哇，看着好香啊，香酥软嫩，水果清甜，好棒好棒。今天美食屋的水果派对可真好玩啊，派对中这么多的水果美食，你最喜欢哪道美食呢？赶快动起手来，跟爸爸妈妈一起制作美食吧。早上好。早上好，太阳。早上好，小鸟。我轻轻拍拍脸，伸了个大懒腰。小闹钟早，小拖鞋早，要是开心。
嘻又嘻嘻，我要给小朋友一个大大的微笑。小椅子走，小桌子走，又是开心的一天。早上好，小早。我刚才看书，发现了一种特别特别神奇的树。哦，有多神奇呀？你给我说来听听。它的肚子特别的大，肚子里面可以装很多很多的水。树都是长得直溜溜的，怎么会长大肚子装水呢？对呀，这就是它神奇的地方。那你知道是什么树吗？这个倒是难住我了，我可猜不到。它叫猴面包树，也被人们称为生命树。猴面包树，这个名字也太好吃了，听起来。你快带我去看看吧。这个就是猴面包树了，它是一种长相奇特的落叶乔木，它生长在气候炎热干燥的地方。虽然只能长六层楼那么高，但是可以长到15米粗，40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围绕它一圈。它的果实像足球，果汁又多又甜。当果实成熟的时候，猴子就会成群结队的爬上树去摘果吃，所以叫它猴面包树。人们在热带草原和沙漠旅行的时候，如果口渴了，身边又没有水，只要找到猴面包树，就可以从树身上吸水解渴，所以人们也叫它生命树。猴面包树也太厉害了，树干里面居然有水。当然了，这就是猴面包树神奇的地方。对了，摩尔，气候干旱的地方本来就容易缺水，为什么猴面包树还有那么多的水呀？猴面包树的树干虽然很粗，但是木质却非常的疏松，就像多孔的海绵。这种木质最方便储存水，在雨季的时候，猴面包树利用自己粗大的身躯和松软的木质大量吸收和贮存水，当它吸饱了水，就会长出叶子，开出很大的白色花，然后结出足球大的果实。每当旱季来临，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它会迅速脱光身上所有的叶子，慢慢享用自己储存的水。它能储存几千公斤甚至更多的水，所以也被称为花园的贮水塔。哦，有了猴面包树，当地人在干旱的季节就不用担心没水喝了。这种神奇的树，当地人肯定特别爱惜。当然了，尽管生长在干旱又恶劣的环境中，有的猴面包树的树龄仍然可以超过5000年，因此当地人非常爱护猴面包树。哇，居然这么长寿，猴面包树也太神奇了。哈哈，还有更神奇的呢。猴面包树全身都是宝，它的果实多肉多汁，
既可以生吃，也可以制作清凉的饮料和调味品。因为果实中钙的含量比菠菜还高，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橙子还多，所以在当地被称为超级水果。它的叶子是当地居民非常喜欢吃的蔬菜，不但味道鲜美，而且叶片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刚长出来的叶子还可以用来做汤，它的树皮可以制作绳子和乐器的弦，因为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也可以用来造纸和制作粗布。小朋友们，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学会就和我们一起唱吧。猴面包树真神奇，雨季就把雨水吸，浑身是宝人人爱，欢乐同学数第一。我是大哥，还有我是摩尔。再见。小朋友们来信啦，我们很高兴。小朋友们来信啦，我们很高兴。咕咚信箱，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赶快让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大家好，我叫韩雨倩，我爱我的爸爸妈妈和弟弟，我喜欢荡秋千，还喜欢和小伙伴玩游戏。这幅画我要送给小咕咚，好看吗？哇，真是太棒了。本节目的奖品是由帮助宝宝激发卓越自护力的爱他美卓萃酸提供。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赶快让你们的爸爸妈妈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智慧树官方微博微信，在里面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当然也可以和我们的智慧树家族进行互动交流。小咕咚在这里等着你们哦。好的，小朋友们再见。